从来不会扣分，你不会被处罚。但是答对了，恭喜你就有熊熊了。到时候看看到下课的时候，看哪一组熊熊最多只，哪一组就是最厉害。我就会看那叠几张奖卡再给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等一下呢要合作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一点。规则第一点哦，刚刚已经讲过了嘛，要互相尊重，可不可以嘲笑人家？不行。再来，上课的时候可以讲话，讨论的时候可以讲话，但是我如果看我如果说，哎、欸，同学停了，我看到我你这样子哦，五秒钟倒数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我就是在刷最后一个讲话的人，被我抓到我就警告一次，因为表示我们要上课了这样子呢，所以你看到我手比这样，你就跟同学讲，哎、欸，别再恭维，别再恭维，这样知道吗？我比完了，我就抓最后一个讲话的人，被我抓到了就警告一次。啊，没有，老师哦，徐老师没那么残忍，警告三次，扣五只熊。所以你要被我警告到三次，一节课呢，这样子的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哈，好，那开始玩了好不好？可以哈，来，哇，一张，这个你们刚你有没有上过？有，一个一张。有没有有上过哈？哎、欸，就是有上过才拿来跟你玩的、啊。我也有哎。有，好高兴哦。来。有啊。停。徐老师的第一个问题，听好。现在，徐老师有，我把它写在这里哈。徐老师口袋有几元？你猜猜看。10元，100元。哇、哦，有高票啊！徐老师今天有几把？哦我要买什么？你猜？我要全部把它花光，一块钱都不能剩下。所以呢，不能剩下，就是你一定要把100块都给我花光，知道吗？啊，那我已经讲到这个，好，没关系，那就这个好，那我们就先讲这个。那我要买，好，我现在想要买，请问你这里面总共有几类？你那张表格，这家少人店总共卖了几类的东西？几类？漂亮，你们真的太厉害了！好，我想要买三类都要买到哦。好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怎么办哦？然后全部花光，我要买三类的东西哦，知道吗？请问最多可以买几种？你们就看，想想看，你马上讲就完蛋了。为什么马上讲完蛋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每一组只能够有一次答对的机会，所以要先讨论啊，真知道吗？最多种的鱼。那你要告诉我哪几种哦？你可以买哪几种哦？啊，可以计算，可以计算。你可以写下来，不然等一下叫到你就不会讲了。A 组写一个就好了，你们知道答案吗？讨论啊！你要问什么？可以写注音吗？不用照顺序没关系。
可是呢，团队他会，他也会，可他们两个不会。会。万一假设，这是假设，对不起，我假设的，知道？你们两个会的就要怎样？就要赶快告诉他，你知道吗？不然等一下我来，因为我都不认识你们嘛。我如果叫到他，他不会，那你们就没有办法得分了。这样你懂吗？你们就没有办法过关了。所以你们要把会的人要把答案告诉不会的，这样有没有领子？我再给你们一分钟，可以吗？好，很快，很快。
好不好？好，那就换你组了啊！你们可以，你们组好了吗？四个人都要会呢，一个人讲的话。好，那我们来抽一下喽。绿色，好，你就是你们来，好，第一棒，来第一棒讲，来第一棒讲。好，培根多少钱？35培根，好，第二棒。多少？多少？35啊，35。好，下一棒。那已经豆浆，豆浆几人？15。最后一棒，红茶，红茶多少？15啊！来，大家检查一下他们有没有错，这样加起来多少？多少？100。看不出100的举手，你知道100怎么看吗？心算啊。怎么心算？怎么心算？你要不要教我们现在怎么心算？等一下，我先讲啊。他们4种凑成100块，然后呢，他们有没有买3类？他们有买3类。你们觉得他们有没有买3类？他们有没有完成任务了？第一个，他买3类嘛，100块要花光嘛，有没有完成这2个任务？有的，来，掌声3下，来，切。来，你们吃绿色的嘛，好，来，这是大致的流程，哇，恭喜你们。好，那其他，答案不一样也可以哦，但是没办法，来。所以，等一下，有没有人可以赢他们的？他们买3类，但是买4种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可以赢他的？对，5种，你有吗？哦，好厉害哦，5种，你告诉我们啦。你要在豆浆薯条。好，怎么喝？红茶薯条。哦，怎么喝？奶茶20元。20元。好，就在三明治20元。20元。20元。哦，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总共多少？啊、哦、啊，赢你们呢！掌声3下，一百岁。你们什么队的？我们团队，你自己想的。你们几个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你如果告诉他们的话，我就會送你3只啊，这样子可以只而已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以后有答案就告诉他们，好不好？你那么聪明，对不对？这只的，所以你们一只哦，好厉害哦！那你看，买几种？5种，你是这样想的？你们是这样想的？没有，可惜，你知道吗？4种，好，那就很厉害了，对不对？6种嘛，你觉得有没有可能6种？好，回家慢慢想，好不好？回家慢慢想。来，第二关要来了，第二关更难的哦。帮我分一下，一个一张。看齐老师，5、4，好乖，有一个同学没看我，我要警告了。好，来，齐老师告诉你哦，刚刚你们表现很棒，有2组已经抓到一只熊熊了，你们这2组加油。再来，如果像他，如果他答对，对不对？4个人都答对，我会送3只熊熊，所以想办法让你们队全部变强，这样各位可以哈、哦。你们队也是一样，来讨论一下这一张是什么东东，可以吗？讨论一分钟开始，是什么东西？这张是什么东西？喜欢你，先叫他们吧。来，同学看这里，
觉得最喜欢他？刚刚很认真的举手，我直接问你，来，你觉得这是什么？就你，你们是什么队？哪个队？反正就是等你。你觉得这是什么？哎，这样子就犯规了。刚讨论的时候可以一直讲话，对不对？对。可讨论可以啊，可是比赛就不行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比赛就不行，这样好了。来，你觉得他是什么表？你讲随便讲的东西，什么表？你有听到吗？你讲的好棒哦！你有听到吗？裁判，你先当裁判好不好？裁判听到你就答对，很棒。讲给裁判听，什么表？我抽十二点。你有听到吗？有。什么？火车十二点。恭喜你，哇，你好棒哦！欸、你觉得像不像火车十二表？像。掌声三下，感谢。这是你的，太厉害了、哦、但是徐老师要告诉你，这张很像火车十二表，但是。不是火车时刻表，来，谁可以告诉我？讲错没关系啊，你讲，来，你，哎、欸，你们，你要讲吗？你们还没有叫到你，你觉得什么表？什么时刻表？你说。北上时刻表，什么叫做北上时刻表？我听不懂。来，这一节课还没有讲到话的，来，我用抽的。你还没讲到，来，你说。你觉得什么？公车时刻表？你觉得？你不是举手吗？哈，被讲了。你本来想讲什么？那个高铁。高铁时刻表，高铁时刻表，你觉得？高铁。高铁，你从哪里知道是高铁？你怎么想是高铁的？来，你谁可以告诉我从哪里你觉得它很像高铁时刻表？你从哪里判断？你从哪里让你想到是高铁时刻？跟你说。因为是北上，可是北上很多啊，很多火车也有啊，对啊，对，哎，所以北上不一定知道是高铁时刻表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这样讲，你们可以听懂吗？听不懂。抱歉，听不懂我就没办法啊。好，还有没有人可以知道？你从哪里可以知道说，哎，这是高铁的时刻表？哎，你说看，讲错没关系哦。老板，徐老师要公布答案喽。对，这是高铁时刻表。来，我先送一下吧。来，你答对了，你是蓝队的，你答对了，来，恭喜你们，这是高铁时刻表。那从哪里知道它是高铁时刻表？知道吗？应该是很快的，从哪里？好，没有，好，没关系，好。那徐老师告诉你，它真的是火车时刻表哈。那最就是一般来看的话，可能就是说，哎、欸，它从它的哪一站开始嘛，啊，那我不管了。来，我们先看这张表，就是你桌上的表，对不对？徐老师，下一个问题要问的啊，注意听哦，挑战你的啊。来，我们先看直的，好不好？直的，这个北上要不要讲？北上表示这个车子都往哪边？北边。往北边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去高雄，可不可以坐这里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啊，高雄都是南边。好聪明，因为高雄在我们的南边，南边，对不对？好聪明，来看，看这行，直的，来，谁可以告诉我这一行是什么意思？车。要讨论啊。车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这两个字。车是没有用，车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车是什么意思？你不会讲清楚吗？可是你要告诉他，是吗？同意，哎，对你讲给他们听，你讲给他们听啊。来，各位同学，看这里，我跟你讲，徐老师上课是这样哈。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参加，所以刚刚已经有拿到熊熊的，我就不会再叫你了。所以你要把答案告诉没有拿到熊熊的人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现在有答案的举手来。什么是车次？车次是什么意思？来，你讲过了嘛？好，来换你讲，你还没讲。来，车次什么意思？你觉得？赶紧举手了，怎么没答案？那我要找人啊、哦！还有谁有答案？你有吗？嘘，听听。哦，车子的号码，什么号码？你讲对。
对哦，车子的号码很好，什么什么样的号码？他的。哦，好喜欢你啊，有没有道理？你觉得有没有道理？就是他们高铁公司自己看的什么排列顺序，对不对？掌声三下，感谢。所以像这个五百，就是可能是他们五百号的，知道吗？这辆车是五百号的。那这个1502就是他的号。好，那第一行知道了，最难的了，最难的了。来，请看第二列什么意思？知道吗？第二列什么意思？直的，要举手，要告诉同学。你如果举手，你们有一个不会，我就要罚了哦。所以四个都会才可以举手。你把答案告诉隔壁的看看，哎，你看看是不是？你把答案互相告诉隔壁，不管你说不要举手，四个都会。好，那你讲，都没讲到。他教你讲，好，他教你讲，啊，其他的，好，好停。到现在这一节课都还没讲掉，我也人压起了，这节课还没讲掉，啊，你也没讲掉，对，以后讲到你嘛还没讲掉啊，你要讲，好，还一起要讲，又讲过啊，哎，你还没讲过嘛，好，来，你叫我先叫我，因为他来，你说说看，什么意思？等一下啊，你讲的，因为是要比赛嘛，好，来，你当裁判。来，你说给他听，给他听懂才可以来。一，好，他现在讲这个一，1502的这个一，对不对？他现在讲这个一哦，好，一什么意思？你听懂吗？你听懂高铁开的日子是什么意思？你说你听懂吗？高铁开的日子是什么意思？对啊，高铁行驶的日子是在星期几？对嘛，所以表示这班车是怎样？礼拜几开的？星期一开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掌声三下，有请。但是还没过关，你们还有一个呢。啊，像这个怎么办？1到5怎么办？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是红队对不对？你们是红队。绿队。绿队，你先送一次。来，他的。来，到你，你还没有讲话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告诉我，这个写1到5什么意思？你说说看。从星期一开到星期五都有，同意吗？同意哈，非常好。但是等一下，那我还有问你的哦。那这个是星期六到星期天开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最后一班哦，这都没下行，都白白的，什么意思？没有开。都没有开啊？同意吗？同意。白白的这个是没有开的吗？那白白的是什么意思？它举最高，但是你没有讲过话，你说。一到星期日的话，你是这样想的吗？你是这样想的啊？你觉得同意吗？同意哈。好，你们三个来，你们三个都好快来。什么队的？蓝队一支。你什么队？小黄队一支。你什么队？绿队一支来接着。哦，你们太聪明了。哎，那我要问人哦。哎，你刚刚有听到吗？我问你啊，这个白白的是什么意思？你有听到吗？白白什么意思？你有听到吗？没有哈。你有听到吗？白白的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什么？你有听到？哦，可见有人没听到哦。各位同学看这里，我们答错不会处罚，但是上课没注意听呢会处罚哦。所以我请他们再讲一次，可以吗？啊，你要注意听哦，不然讲错我要把你的熊熊抓回来。好，刚刚你有答对，来你说。那你说，白白的这是什么意思？听懂吗？有听到吗？听不到就说听不到，可以再这样讲一次。你有听到吗？你有听懂吗？听懂吗？那你说一次，什么意思？好棒，这样子又听到，对不对？好，他就表示这班车呢怎样，每天都有开，这样知道吗？那如果今天礼拜几？今天是礼拜几？礼拜三。礼拜三，我可不可以坐这班？不行。OK， 坐这班。不
行。我可以做对吗？可以。可以做对吗？不行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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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。可以。好厉害！哦，所以这一行又懂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这来这这些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。讨论，讨论，讨论。今天是什么？今天是什么？全班都得过了，我们就重新每个人都可以再来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先请你来，请告诉我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的问题先看这里啊，我们看纸的、哦，这什么意思？不不不，这个什么意思？高铁停的时间，这里是高铁吗？那什么意思？哦、所以你看到、哦、没？哎，现在讲来不及了、哦。联赛关门了。讨论的时候要，不要？我跟你讲，你们现在有个问题是说，啊，人家跟你讲答案，你就好像鹦鹉一样，就把那个答案讲出来，你自己就不懂意思，那就完了、啊。因为徐老师一定会问你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意思啊？所以到底什么意思？他刚刚讲高铁停的时间，你同意吗？高铁停的时间，你同意吗？同意，你同意。高铁停的时间，高铁停的时间，怪怪的。跟你讲，哪里怪怪的？有没有人知道？来，有没有人知道哪里怪怪的？高铁停的时间哪里怪怪的？来，你说看。到站的时间。可以，谁可以讲完整一点？什么高铁到站的时间？哎，你说看。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？举例，举例，比如说这样子，这样子，我们举例叫这样子，什么意思？这一排，第三排这样子，这什么意思？不是不是，你看第三排，哎，所有的人你都误会了哦，来，大家通通看第三排就好了，其他都不要看了，看第三排这样就好了。第三排是什么意思？直的，这样看下来什么意思？再可以讨论三十秒，直的，直的，看第三排，第三排就好了。啊！不要再举手了、啊，还在讨论呢。你有没有告诉他第三排是什么意思？你只讲出发的时间而已。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你没讲到啊。高铁出发的时间，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，你没讲到啊。好，停。来来来，还没有讲过话的举手，就你了。好，来。裁判，你当裁判，你最远了，对，你当裁判，你说。你听到吗？没有。对不起，他没听到，讲清楚一点。他到左邻停的时间。他到，你说是？他到左邻停的时间。同意吗？他到左邻停的时间，同意吗？同意吗？不同意的举手，觉得怪怪的举手。哎、欸，他刚刚讲到一个最重要的重点，他要讲到两个字，你们那一组一直都没讲。对，左营的，你要告诉我他是哪里出发的啊？又不逛，我怎么知道那个？像刚刚他们那一组哈、哦，立队，你知道吗？一直在讲高铁，高铁，高铁，哦、我怎么知道高铁在哪里？对不对？所以你最重要，你要告诉我，哎、啊，到多威嘛，对不？行不行？他讲到很棒，到，他是说，哎、欸，你再讲一次好不好？高铁怎样？高铁到左营停的时间，左营很棒，是到左营停的时间吗？你觉得是怎样？你说。从左营出发时间。哦，我好喜欢你哦，是从左营出发的时间，掌声三下给去。来，你是什么队？绿队。你也拿对啊，你对啊，你讲到左营很棒啊，来黄色，你是绿色。哦，有没有听到？你有没有听到？同学，你有没有听到刚刚的答案？有，那你说一次。他刚刚讲什么？高铁在哪里？欸、你再讲一次好不好？刚刚，哎、欸，对对，黄色，你讲一次，再讲一次，最近。高铁到左营的时间。对，绿
你不是讲安尼吗？小老鹰出发。对啦，是高铁。等一下，高铁要开车的时间，那知道了吗？好，你懂哈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就不用讲了啦。这个是什么站？左营站。啊，这里面有一站跟我们很有关系，是哪一站？彰化站。彰化站。那现在我们假设哦，我们想要去哪里玩呢、啊？我们假设我们要去哪里玩？你要去台中玩。台北钱比较多，台北要820，我们钱少一点了。去台中玩，我们先去台中玩就好了吧？我们先去台中玩就好了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几点了？我们现在来需要看一下时间哈。现在假设我们要赶去高铁站，现在2:51，现在2:51，我们现在可以去台中，有车子可以去吗？大家看一下，来看你的表，现在有车子可以去台中吗？现在2:51哦。你觉得你的表就有了、啊，你不用看，就看这里的、啊，就是你每个人都一张。请问现在有车可以去台中吗？有吗？没有。啊，对不起。有吗？你觉得有吗？没有。现在2:52。你们猜到了吗？有。对呀、啊，就有。奇怪，我以为你们被猜到了。对呀、啊。哦，有对不对？有。对啊，有啊。告诉同学。没车，他觉得没车。他们觉得是假日。假日。是的。可以看清楚哎。阿平，来，我现在一对一对问哦。你们觉得有没有车？有。你们觉得有没有车？没有。没有，他们觉得没车。你们觉得有没有？有车，你们觉得有没有？有，哎，我们现在假设我们会飞了，直接飞过去就飞到。但是我们不会飞，一定来不及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好，我先最好奇听听看他们，他们说没车了，来说说看为什么没车了？因为他出来。你出来用手，你出来比好吧，你出来比。这是他会飞之后开始实践的。哦，他好厉害哦！哎，谢谢，来，大家看，你们同意他的说法吗？他说这班车可能礼拜才有开呢，星期日才有开呢，同意吗？同意，大家都同意，所以你们的答案都错的，所以你们都同意他对的。嗯。啊，有没有人觉得他怪怪的？你们现在都觉得他对啊？哎，他现在又怎样的啦？你没有用，你利用他是星期几？今天不用利用啊，今天是第几？你问的这个问题太好笑了、啊。喂，我说现在呢，你问的这个问题太好笑了吧？现在呢？现在星期几？哎，他说今天，他说这班车是星期天开的，所以没车坐，同意吗？都同意。所以你厉害，全部人同意。哪里不同意？赶快举手啊！有没有人不同意的？偷偷告诉你，徐老师觉得怪怪的。你说哪里怪怪的，出来讲。哎，我觉得哪里怪怪的，出来讲。啊，你指给他看。在哪里？哎，这点了呢，这几点？是两点。哎，现在2:52了嘞。啊，等一下，他指这一行对不对？你们觉得他指对吗？来，谢谢你手手他指这边对不对？来，你要不要往上对一下？来，你往上对，你头往上看，你这行是什么？台中。啊，我现在在哪里？彰化。啊，所以你现在看台中还是看彰化？彰化。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台中玩？对。所以他看台中的对吗？你觉得对吗？你觉得对吗？不对，怪怪的。好，来谁？所以他又比了。这里对吧？来，那你告诉他这班有开吗？有开哎、欸，同学，难怪我亏嘞。为什么有开？你告诉他为什么有开？哎、欸，对不起，这里空白的，同学。所以这空白的表示什么？你告诉他，谁先走开？所以谁对？你觉得谁对？啊！掌声声下来，谁？所以你也很棒，只是你看错格。对不对？你把这一格给我
我们现在去好用飞的去还来得及哦，我们可以做到2:55这一班，对不对？大家看2:55这一班是彰化的，彰化的对不对？第二班掉，所以彰化的这一班可以，我们就可以做到台中，对不对？那徐老师第二个问题比较难的哦，这你要算哦。请问你，我们坐到台中这班高铁，我们总共开多久就会到台中？赶快，那算，那算，那算喽，算在计算纸上，每个人都要算，每个人都要算。Sandy， 每一个人都要算，我要看你算哦。对对，算在计算纸，算计算纸，每一个人都要算哦。会不会？开多久到台中？会不会？要开多久？到台中啊？你要坐哪班车？你知道吗？对啊。到台中。哇，这很难哎，怎么办？算得出来吗？到台中几点？怎么办？谁会算得出来？教我们来。时间快到了，我们追求。来，你要教我们哦。来，你出来先算吧。还有谁？我们再找一个谁会来教我们？因为时间快到了，其他的人算在纸上，你算对我就送熊熊，快点！你出来一百算，你出来一百算。我时间到了就不能算喽，你就不能算喽。还有谁要出来自愿出来算的？你可以去拿你那张高铁票。算好了给我看好吗？他先打，他先打。哇，时间到了。好，谢谢你回去了，谢谢。你的方法跟他一样吗？你是几分？哦，同学，停了，时间到。有人没看我1、2、3。时间到了，对不起，就只能玩到这里。但是我们还要送熊熊嘛，我说算对了会给你熊熊，对不对？来，你的答案是57分。等一下，我们想一下哈，高铁快不快？快。高铁快，对不对？你觉得我们从彰化坐到台中要57分，这样子快吗？我是气氛真的快，到台中了哎。还没有说慢铁。所以有点怪怪的，所以你在算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怪怪的哦。你知道哪里怪怪的吗？你几分？你也是57分，有没有人不同答案的？这个没叫，这个有叫，这不是我儿子的。好，没关系。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哈，这个同学他是怎么算的？来，他是来，你告诉我，你来告诉我，15 0 7减掉14，啊，你为什么这样算？来告诉我，来。主任真的还没。哦，还没哈、哦，哦，那就不用了，那回去下课了，对对对。好，来，但是虽然没有交货，可是我跟你讲哦，这个可不可以想用算的？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这表示说，来，大家想一想，几点从彰化开车？几点？几点？几点？14点几分？几分？55分是不是开车？然后几点会到？几点会到？几点啊？15:07。15点是下午几点？你知道吗？下午3点。好厉害，下午3点，所以3:07是到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知道？来，我真的要送这只熊熊出去了。这样我们到底坐高铁几多久了？很简单呐、啊，不要用计算机了，不要用计算纸了，用新闻的在啊。哎，你说几分？1小时。昏倒了。啊，你就是慢铁了啦、啊！你们都、欸、你们都只会计算哦，拜托，同学，你们不要、不要想计算，不要想计算了，用眼睛看就知道答案了。不对，几分？48分。徐老师跟你说吼，做简单吼，你哎呀，你说67分。所以你们这些小孩都计算到口水坏掉了，真的。来，现在这里几分？这里是下午几点？下午几点？下午几点？2点。是2:55。下午2:55，对不对？我先讲下午哈，对不对？那请问你，他时间一直过，会先遇到一个几点？
先到几点？三点。五十五，过去是五十六、五十七、五十八、五十九，再来嘞。六十会变成怎样？就叫几点嘛？叫几点？三点，对不对？那请问你这样过了几分钟？五秒。五分钟是不是？你看啊、哦，五十六、五十七、五十八、五十九，是六十，是五分钟。笑什么？这刚刚没人会，所以这个很简单，直接用六十减什么？五十五分钟，这样是过了五分钟。哎、啊，你会忘记？啊，请问你让他从彰化到台中要几分钟？12分钟。对啦，还是12分钟，这五分钟嘛。啊，你讲再怎么办？再换你讲，再怎么办？对嘛，是不是再过七分钟？所以总共呢？12分钟。所以，来掌声三下，有请。啊，绿色的来，来来来，算账了，好来。算账。是不是？好。算。啊，他们第一名。哎，你们可以领到，跟你们老师拿两张小奖卡，其他的各组都要放拿一张小奖卡，好不好？来。对啊，你们第一名，那、啊、你们都一张小奖卡，可以吗？好，来，班长，你下课了。